小心住手！他们是少帅府的人。陈船一派，可愿为我取剑？太后剑的消息，你从哪儿得来的？ 你不需要知道，我只问你，愿不愿意去取这太阳剑？藏有太阿剑的地方机关重重，尤其是那卧龙鬼阵，需要一个有着入围瞳术的人带领才行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比武招亲吗？啊，这是让我来算命吗？ 这就是比武招亲，在一炷香的时间内，将武亲身上的诗词完整写下，便是陆家的成员。传说，入围瞳术的人平时看来与常人无异，但一旦使用瞳术，瞳孔就会变成树瞳，就如同蛇瞳，能洞悉万物变幻，破鬼阵机关。 秋风流云夜抚今，无春茫茫花成林，法阵叶落神一岁，岁岁年年尽无。 这应该是一首七律才对，可是这最后一句怎么会少了一个字？看到了，这是你的彩头，这不够二百大洋吧？这是定金，怎么？ 怕我们赖账？我没说。你不是那个？我不说。哎，这就是我们要找的，有入围瞳术的人。我给你们找来了。什么时候动身？动身？去哪儿？你们和我一起去一个剑冢取一个东西。 这枪写的嘛呀？上面写的是太阿剑的来历。藏剑之地，地剑太阿，是正前方的第二个洞口，小心，鹰爪钩。 跟上！哎！喂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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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回事？你算怎么回事？他被你给弄死了呗？他应该是打开了不该打开的东西，吸入了什么毒气，迷了心智。这什么？伪证。你干什么？忍着点儿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残绵虫，一旦进入人身体，就会寄生下来，慢慢吸干寄主血液。要是不把它逼出来，你就死定了。小吉子，别送他挂的嘛玩意儿啊！你可得保护我呀！你不赵子龙吗？那你得保护我啊！哎呀！这真不错哎！吸入了树勇的瘴气，产生了幻觉。谷子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快离开这儿。这下面就是太阿所在。是的，把这石碑阵法破解，石碑倒下，就能进到鬼阵的下一层。根据这罗盘指示，阵眼就在右侧的剑池里。你确定？我的命在你手上。还愿意赌一把？好，就赌你的命。
老人家，你的命好好留着。你去，是。不要慌，机关只能被触发一次，我先去。这么个大殿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那么一个大殿，得藏多少宝贝啊？啊！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要遵守你的诺言。我们会帮你找到你想要的东西，但要保证所有人安全离开。小子，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我知道这些机关阵法已经在你脑子里了，你最好给我老实点，乖乖帮我破了这卧龙鬼阵，帮我拿剑，否则……看看是你的枪快，还是我的刀快。少帅，不用管我。干嘛？想造反呀？啊！他妈也想造反？别紧张啊，开个玩笑，那么紧张干什么？传说中的卧龙鬼阵，德叔，这里真的有能解我蛊毒的解药吗？啊，你中毒了！太好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卧龙鬼阵，卧龙鬼阵，小心！德叔，小心！哎，躲起来！少帅，喂，少帅，
走。哎，此乃五行兽首阵，阴阳相生相克，既不死阵，必有蹊跷。大家一定要小心。怕嘛呀？这多少年了，有嘛蹊跷？滚蛋！别冲动，德叔说的对。哎，嫂子，有话好好说啊！走，小妻子，我陪你。哼，这就是一堆破石头而已，没什么好怕的。你继续带路。哎，我死了。你别指我了。血迹太恶，马燕还得血迹。这太恶剑玄妙无比，不是什么人献祭都可以的。老东西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隐瞒我？快说。你之前说过，只有陆家血脉才能打开太阿封印。是的。过来，少帅，只要取血就行了。别杀他，别害怕，我陪你。
小溪，干得好！来，把剑给我。德叔。把剑给我，少帅。德叔。骗我！啊！德叔，你怎么了？你以为我真是因为你爷爷所托，把你养这么大吗？是因为你的血？我告诉你，爷爷是我亲手杀的。你是说，我爷爷不是死在机关下，是被你杀死的？我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这一天。要不是为了太阿剑，我怎么可能像奴才一样伺候你十二年呢？十二年的卧薪尝胆，我终于如愿以偿。要不是你爷爷那个老东西，我十二年前就拿到他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看我的眼睛，你以为我的眼睛是机关刺瞎的吗？是你爷爷那个老东西把我弄瞎的。所以这里面根本就没有解我蛊毒的解药，是吗？你说对了，这么多年我带着你东奔西走，就是为了这一天。可是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最亲的人呢。小溪，别怪德叔心狠，要怪就怪这动荡的乱世。我现在就是要结束这乱世。阿姨姐，你把剑老头子弄邪了呀！如果凭一把破剑就能止戈，哪会有那么多流离失所的孩子？哪会有那么多的家破人亡？你带着太阿剑出去，只会有更多的灾难。都给我住嘴！你们都给我住嘴！你们谁也阻止不了我，谁也阻止不了我！这地方要塌了，快走吧！快走！我的太阿剑，太阿剑！小姐在干啥？走，小溪，我的太阿剑！走啊！我的太阿剑！走，走啊！我的太阿剑！走啊！太阿剑！太阿姐，快！没事吧？小吉子，快拉我一把呀！德叔，还苏呢？我看你也是松懈了。那老头看上去人散面散，没想到那么灰色。总算是出来了，不过我们这一趟算是白来了。哎，没白来。你们看，叶子妈。